这里面这一只是里面最壮的。那有没有看到小小只的在那里？那一只才不到四个月，不到四个月。那里面呢？它为什么要喷气？你知道？它在催促说：“我肚子饿了，你们快点做。”它在催促的意思。那里面呢？爸爸就只有孩子，小马都是他的后代，他爸爸就是他，那其他人大只的都是。那当然有一些小只的也是他